像是地下电影站后面都跟着气味，手机拿起来就打我到底去谁，这次你要交朋友 you need a bad boy， 其实来自哪里凭什么的结果，却不是我难道能够试过退步，为你的狗样没我亲眼见过。但是他有关于留学经验的一首歌曲，只有一个字凶。之前在被关的时候，你好像有写很多歌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大概写了96首在里面。That's a lot, man。对，因为你不知道要干嘛。嗯哼。我的唯一的抒发方式就是靠音乐，对，靠你的灵感。像是地下电影站后面都跟着气味，手机拿起来就打我。到底去谁？这次你要交朋友 ，You need a bad boy。其实来自哪里，凭什么的结果，却不是我，难道能够试过退步？为你的狗样，没我亲眼见过。All the money, money tal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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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All the money, money talk, money talk. 你不得不服 money talk, money talk. 这次你要交朋友 ，You need a bad boy。来自哪里，凭什么的结果？什么的结果？什么的结果？全部是万能的，能够使鬼推磨。为你的狗样，没我亲眼见过。For real。谢谢马克带来，这应该是他有关于留学经验的一首歌曲。只有一个字凶，凶就是凶，内容太凶了。因为。它内容就是很真实嘛，嗯，对，留学经验，留学经验嘛，我很喜欢。你很喜欢去留学吗？不是，我很喜欢他的歌。原来是这个样子、啊。